狗跳，又慌慌张张，我的生活似乎缺少点希望。糊里糊涂发生什么没有准备，哎，才刚刚早晨，家长怎么又来跑账。忙忙碌碌的勤勤恳恳，给我一点勇敢与天真，为了理想不迷茫神，明天一早醒来又是好精神。出来了吗？你的真命天子什么样的呀？我的真命天子定是英姿飒爽，如同盖世英雄，终有一天他会骑着驴。驴？不是，高头大马缓缓向我走来。公主，这些都是卦象告诉你的？这些都是我告诉我的。对了，以后啊别叫我公主了。我不理解你，当公主有什么不好的？你要喜欢你当，我不喜欢当。哼，我喜欢这儿，自由自在，快快乐乐，还不用被抓去嫁人。还有，咱们两个的身份特殊，以后行事要小心再小心，谨慎再谨慎啊。如果不是你逃婚，咱们也不会有这么多事儿。如果不是我逃婚，咱们还不会来到这儿呢。哪怕你不逃婚，我们还是会来长乐的。毕竟跟你有婚约的永安王府十七王爷就在这儿。你小点声，你别让人听见，再给我抓去嫁人了，我到时候赖你啊。如果真这么峰回路转，那就说明他是你的真命天子。再说了，你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，万一他特别英俊呢？告诉你啊，有钱人吧长得都不好看，比如上官谷川。虽然他这个人吧，但他长得还是挺帅的。那是因为上官大娘子好看，说不定小王爷的阿娘也特别好看呢。哎，行了，我是那种看脸的人吗？是啊。别说了，反正我自己的夫婿我要自己挑选，在这件事情上我绝不低头。公主你看，低头了。无聊。哎，你还记得咱们李宅之前我说过的有两对金童玉女吗？种种迹象表明，第一对应该是全家和古川。嗯，那这第二对的玉女是？肯定是你呀。我感觉也是我。哎，不过这个牌面太奇怪了。怎么奇怪了？我总结出来三点。第一，他们两个人有身份误解的问题。第二，虽然他们还没彼此表明心意，但却早已心有灵犀。第三是你们俩在送螺丝啊。哎，算不出来你就别算了，算这么老半天。哎，全家你怎么来了呀？认输给我占卜呢。三官古村所有贵客来了，让我喊大家去见见。贵客？那得是多贵的客，让大家都去看看呀。好像是永安王府的十七王爷。啥？走，看看去。古川儿，你是怎么认识这个小王爷的啊？这个说来话长，我尽量长话短说。不仅古川认识，我和仲举也和王爷打过交道。没错，我的山河经得到了圣人的赏识，小王爷亲临赐给我金匾。你们怎么没提过认识小王爷的事儿呀？这个重要吗？重要的是赐给我金匾。
这个重要吗？重要的是我和古川舍命救你。你们说这些都重要吗？重要的是我跟小王爷志趣相投，虽然性格上呢略有差异，但是在外表的帅气上呢达到了高度一致。不要脸。哎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骑着棕马走来了。我的真命天子定是英姿飒爽，如同盖世英雄，终有一天他会骑着高头大马缓缓向我走来。太帅了，小王爷，我这是。多谢这位大娘子。小王爷有礼了。啊，这位就是我刚刚跟你们提过的永安王府的十七王爷。本王李永吉，今日打扰各位了。学生认为啊，小王爷一表人才，古川一介废柴，实在是不应该站在一块比较啊。哦，奥特南老师，我等你更新等得好辛苦，你什么时候写完新章节啊？感谢小王爷亲临催促啊，学生自当努力。这是学生的签名，您收好。哇，谢谢奥特南老师。唐少侠，唐少侠好，我上次见你飞檐走壁，我好羡慕呀。我姓刘。哦，唐少侠好。嗯，这两位娘子是？哦，这两位是来自西域的，这位是贾玉环，旁边这位呢是他的侍女任舒。西域，我和西域有缘。哎呦，不错，小王爷。小王爷，宅子的主人呢正在亲自给我们备茶点，小王爷里边请吧。好的，贾娘子，烦请带路。小王爷莅临，让寒舍蓬荜生辉。小王爷，这位就是李天帝李公的独女全家。啊，李娘子你好。哎，小王爷好，我姓谢。那个小王爷先前离开了长乐，最近也是刚刚回来。小王爷去体察民情。哎，我未婚妻跑了，我去找她。早前圣人赐婚，让我与一位西域公主联姻，只是这位公主半道跑了，我奉命一路找回去，人没找到，但是也领略了沿途的风光，算是一番好的庆祝。小王爷的夫人跑了且找不着，你却觉得是个值得庆祝的事？对啊，小王爷，你看起来还挺高兴的。本王听闻这个公主专横霸道，骁勇好斗，我怕婚后会被她家暴，被打断腿，所以他这次逃婚没准是命中注定。我只是失去爱情，还不至于失去一条腿。啊，不是公主的也专横霸道，更何况是公主呢？但是毕竟男女有别呀，小王爷堂堂七尺男儿，很难被女子打断腿的。奥特南老师有所不知，他师出星月教，我哪里是他的对手。他那公主要是被找到了会哪么样啊？其实也不会怎么样，父王说了，如果她不想嫁，我不想娶，不可强求，亦不可伤害两国感情。哎呀，但是我还是想要找到她，她得赔偿。赔偿什么呀？至少得赔我个玉环。凭什么把玉环赔给你啊？哎，奥特南老师莫紧张，此玉环非彼玉环，父王曾将我们永安王府的半块玉环作为聘礼赠予此公主，我得找到她，让她还回来。就是这个鸳鸯玉环，一分为二，一半给了公主。哎，奥特南老师，我能看看你这个玉环吗？我看看。哦，对
对，就是这个。这玉环是玉环给我的。这是随行的嫁妆。我本以为是一块普通的玉佩，可以当做礼物，没想到它这么贵重，是我不识货，公主恕罪。不是不是，让我捋一捋啊，这是出星月教的，来自西域。不是我，还能是谁呢？对，没错，我就是西域来的逃婚公主。哦，命运，这就是命运啊！小王爷，现在玉佩还给你了，我们从此两不相欠。那可不行。为什么？我们好歹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我们的结合是命中注定的。玉环换玉环，环环皆是命呀！哎，你这转变也太快了吧！刚刚你不还怕我门家公主打你吗？今日见了玉环公主如此娇小可爱、楚楚动人，看样子就不会打我。早知道我的公主就在长乐，我就不用跑那么远了。小王爷，我觉得我们不合适，你能找到更好的公主，告辞。哎，等等，你必须嫁给我，不然你就是触犯了欺君之罪。还有更严重的。比欺君之罪还严重？你还欺骗了一个痴情王爷的感情。早知道打死不认了，就说这个玉环是偷的、抢的、骗的。哦，对呀，在星月教学过武功的不是认输吗？还学得不怎么样。其实我是公主的陪练，真正的高手从来不显现。啊，哎，疼。嗯，玉环，你不会真的是西域来的公主吧？玉环，快坐，咱们再好好聊一聊。哎，仲举，你要去哪儿？哎，公主，你们聊，你们聊。从我的生辰八字聊到兴趣爱好，从原生家庭聊到人生理想和未来规划，我就像被审讯一样，被他捉住问了好几个时辰。辛苦你了啊，公主，你为什么不能承认呀？小王爷长得也挺英俊的，你嫁他不亏呀。啊，是，他是长得挺英俊的，但是我实在是下不了手啊。啊，我站在他旁边，我就像他姨母。公主，你不用担心年纪的问题，现在忘年恋大家也是会尊重祝福的。我不需要你的祝福，我的体内流淌的可是正宗的西域皇室血液，我的真命天子马术比不上我尚能一人，但我实在是忍不了一个自己下不了马还得我给他抱下马的小男孩啊。可你们还没有对视六秒呢，万一你俩能蹦出爱情的火花呢？不，命运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，对视六秒这种事情如此草率，怎么能决定自己的终生幸福呢？可你也没少对视呀。所以说嘛，同样的错误不会再犯第下一次。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应该是自己去面对吗？你是我最亲近的人，你是，你看，交给你就是交给我了呀，所以这事儿交给你了啊。你看你们俩多合适啊，都是年纪小小、个头小小、格局小小的。我格局哪里小了？仲举送柿子都能乐半天，你说你格局能大吗？总而言之，你俩就是合适。你不也从来下不了马吗？对吧？都是我给你包下来的，就这一点你俩就合适。行了，早点休息啊。你看我都把大大的床让给了小小的你吗？所以帮帮忙，好不啦？小王爷，今天招待的不周，还请多担待啊！哎，没有的事儿，我还要感谢你今天的盛情邀请，你的朋友们都非常热情可爱，我还得以
找回我那丢失的未婚妻。这些都是小事儿啊，欢迎多来，有什么事儿您就随时跟我说啊。哎，那我还真有个事儿，我就是跟您客气一下，你不必当真。其实你知道，本王自幼在外生活，身边也没有姊妹，以至于其实我不太会跟异性相处。哦，那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呀？此前得知不用成亲保住这条腿，本王一度是松了口气，但今日见到玉环，实在是让我耳目一新。什么意思啊你？你是打算抓玉环回去成亲啊？玉环，快跑！不是，来来来，这边说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本王不想这么专横霸道。我想他之前之所以选择逃婚，肯定是不能接受这种逼婚的。所以你说有没有什么办法，能让他心甘情愿地嫁给我？哦，我懂了，你是打算向我讨教如何讨得一个娘子的芳心，是不是？正是此意。那你可真是问对人了，我可是华亭县第一情感大师，这天底下就没有我哄不好的娘子。如果连我上官古川都哄不好的话，那就证明这个娘子压根儿就哄不好。哦，真的吗？比如谢娘子，你哄好过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，她压根儿就哄不好。你听我跟你说啊，其实讨得一个娘子的芳心呢，说难不难，说易也不易，但是有两点你得记住。第一点，就是要制造存在感，你要不停地在他身边出现。第二招就是重视，你要不停地给他送东西，越贵重的东西就越能证明你对他的重视。这一套组合下来啊，他已经习惯了你的存在，并且对你有所期待。悟了吗？悟了，真的悟了。玉环，哇，这个柿子长得好漂亮呀！我在东市看到的，觉得好看就给你带回来了。谢谢。你要是喜欢，我下次再给你带。今晚的月色真美。公主有礼。你别这样，你像平时一样叫我玉环就好了。之前不知道公主身份如此尊贵，多有得罪。你没有得罪我，你对我一直都挺好。好的，我们一起喝一个吧。不该。差不多得了啊，喝吧。再不喝就是不给本公主面子。怎么会？玉环，可找到你了。小王爷，你不是走了吗？我又出现了，以后我还会常常在你身边出现，这样等你想我的时候，我就能在你身边陪你了。哦，对，我带你去天台赏月，走。哎，快走。我陪小王爷赏月已经精疲力尽了，现在你还要我陪你逛街？哎呀，二位娘子来了，请随便看。我就是知道你辛苦了，所以要买个配囊，犒劳犒劳你啊！看这个怎么样？哎，小小的好可爱，跟你一样。这个颜色我不喜欢。那再选别的，随便选。玉环娘子背什么都好看。这从哪儿冒出来的？玉环娘子，你要记得。以后我会一直在你身边，不停地给你惊喜。你这是惊喜吗？分明是惊吓。老板，你这里的一切，除了你，我都要了，都给我打包起来，送给这位娘子。谢谢，谢谢。小王爷，不必破费，
我也没有三头六臂，用不了那么多。嗯，这些确实是太普通了，显示不出我对你的重视。回头我再送你一个长乐限量版的吕氏品牌包包。包包是什么东西啊？朝中大臣为了取悦宫中贵人，特意研发出一款斜挎可以随身携带的皮质首饰盒，每当贵人们心情不好时，便去呈上一款新品，可使贵人大悦。因此朝中流传着一种说法，包治百病，便给其命名为包包。包包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，再说了我也没有病要治。再说了他喜欢柿子。哎，没事儿，汴梁作坊吕氏手艺精湛，我可是他们的一级贵宾，现在只要50贯就能买到当季新款。多少？50贯买个包包？对。小王爷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，直接把钱给我们？不不不，给钱就太庸俗了，我要一直不停地给玉环送珍贵的礼物，才能体现出我对他的重视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给我老七送花他也不开心了，原来是要送花店呢。你给他送的什么花呀？我很浪漫的，白色野菊。哦，那就不是数量的问题了。哎，玉环，我知道你又出现了。啊，玉环，这代表了我对你无怨无悔的爱意。无怨无悔，烫入骨髓，不像话。还剩4朵，至死不渝，死来死去不吉利，还剩3朵，爱在心底难开口，不真挚，还剩2朵，2朵花是世上只有我们心心相印，吉利祥和真挚，那就更不对了，心心相印同归于尽。那1朵总可以了吧，你就是我的唯一，他就是你的危机。小王爷，你不必如此，我不喜欢花。没关系，玉环，我尊重你。那簪子要吗？项链要吗？翡翠要吗？玛瑙要吗？我都不喜欢。我喜欢。我知道了，看来不是不够贵重，还是不够有诚意。既然我要追求你，一定要拿出我最珍爱的礼物。长乐城内疯抢的绝版偶伴，上官不群。啊！虽然我不知道他有多珍贵，但我们早已看腻了这个人。他不止珍贵，还真的很贵，全城只有1对。我是费了好大功夫，费尽了口舌，最后古川也只卖给我1个。哦，就卖了1个，还有1个嘞。我是想等着谢谢你的偶伴价格暴涨之后再把它给卖了，这是策略。哎呀，山河经的影响已经下降了，现在这个偶伴贬值的一塌糊涂，你这波策略很失败呀。啊，是，就是也会有偶尔失误的时候。那你为什么只留谢谢你不留上官不群呢？哎，我是武川，你是不是喜欢全家？但是小王爷，我跟你说，你怎么哄不好了？你别在这瞎找了，滚！全家，丢丢。
华，陪我喝点吧。快点啊！来，哎呀，好久没有这样喝酒了。我觉得中原人用的杯子太小了，还得是这个。爽！哪怕在西域，你身为公主也得注意，得注意仪态。送亲之前，主君说过好多次了。父王说过的事儿多着呢，注意仪态，谨言慎行，维护家族形象。可是他从来没有说过怎么样才能快乐。也是哦，你这个公主还挺不好当的。对啊，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逃出来？真的是逃婚呀，是逃命，逃出那个似乎注定的命运。公主，你真奇怪，一边要逃命，一边又相信命，还成天鼓捣卜卦。那个卜卦是准的，关于第二对金童玉女，她的占卜结果那天我只跟你说了两点，第三点你想不想知道？第三点是什么呀？这个玉女呢，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追求并得到想要的一切，只要她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。可你都逃出来了，还不算自由啊？我说的是你，你就没想过这个金童玉女的玉女是你吗？对不起啊，玉环，我不该让你承担我的命运。其实你要知道，你也是自由的。谢谢你，公主。咱们两个是朋友。谢谢你，我的朋友。算了，你还是叫我公主吧。谢谢你，认输。哎，对喽，干了啊！今天跟你们聊得很开心，虽然玉环没有收下我的上官布裙。小王爷，你就别再提这个事儿了。就因为这件事情，谢玄家骂了我一天，他还以为我拿他的藕伴准备扎小人用呢。哎，你不说你是什么华亭县的情感大师吗？全家你哄不好，玉环你也没给我哄好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哄不好谢全家，是因为谢全家根本就哄不好。但是玉环，你还是有机会的。他什么都不要，就连我最珍爱的上官布裙他都不要，我还怎么找机会啊？看来，我只能把最后的绝招交给你了，就三点，记住：没皮没脸、死皮赖脸、臭不要脸。悟了吗？悟了，悟了。范仲局，范仲局你在吗？不在。你要是不开门，信不信我就……你把话说完呀！我也没说不开门啊。你是不是对玉环有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说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玉环对你的心意吗？说话呀！我告诉你啊，我替你们算过了，你现在去找他，你还有五成几率。那什么事儿都是成与不成，你这不相当于没算吗？你说对了，我就没算。但是你不去找他，一成几率都没有了。
你想后悔一辈子吗？挺快的呀。玉环，之前是我怂了，但是现在我想重新，我不想我的余生在悔恨中度过。就算你是一个公主，我是一个落榜书生，但是我还是想问你一句，公主这事儿忘说了。哎呦，我就想问你一句，你愿不愿意？玉环，我又来了。小王爷，玉环，其实今天我想这次换我先说吧。我不喜欢你，你不要再送我东西了，也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，我已经心有所属了。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？他比我有钱吗？没有。你不想成为我的王妃吗？不想。那你想成为什么？我想成为我自己。你还有更好的选择吗？是。我想选择你。刚才想问我什么来着？滚！你还想吃火箭狮子吗？想。我本以为未婚妻逃婚兜兜转转能被我找到，这是命中注定的。唉，没有什么是命中注定的，能做决定的只有你自己。难道你还能改变自己的命运？能啊，因为我就是真正的逃婚公主。原来你才是我的命中注定。既然气氛烘托到这儿了，我还是问你一句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不愿意。哎，我写不上来。对不起啊，之前我还编故事骗了你。没关系啊，我理解的，你是出于对认叔的爱护，你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，情同姊妹，有这样的朋友我也替你高兴。也不知道公主她什么时候能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。我们可以帮帮她呀，你觉得宅子里谁比较合适？跟他们能成的话早就成了。哎，我觉得爱情是需要磨合的，认叔现在只是没有发现他们的优点。那我得想想，公主和流浪。你就是我的真命天子吗？你愿意跟我深情对视六秒吗？浪哥，就六秒，可以吗？如果我们可以对视六秒的话，那就说明你看了我六秒，我也看了你六秒，六秒就是一秒。
一秒。切回来，快切回来！不行不行，流浪不行。流浪不行的话，东篱又已经在老家娶妻生子了，那古川呢？古川更不行，连全家都嫌弃他。完了，玉华，如果我和李图同时掉到水里，你会救谁？李图啊。那你要跟李图同时掉水里，我肯定救你啊。你不应该吗？本来是应该的，现在不应该了。哎呀，那你再问我一次。如果和李图同时掉水里，你救谁？李图。你嘿嘿。那我再问一遍李图。天哪，你问他，你觉得你掉水里他救不救你啊？有你救啊。你这次占卜总算准了，中了三个点嘞。其实啊，我没算出来第三个点啊，是我后知后觉，不知道他已经喜欢范仲菊了。我不想困住他，让他背负本该我背负的东西。既然来到长乐了吗？我们都应该自由，掌控自己的命运。听懂掌声。什么？你才是跟小王爷联姻的公主？所以今天要跟各位道个歉。妙啊！哎，你看你俩这个身份一互换就特别对嘛，是吧？你们放一块儿啊，无论是气质、个头、谈吐、口音，这全对嘛？这明明就是一个公主一个侍女嘛。是什么事啊？想法好啊，这想法放着好好的西域公主不当啊，放弃锦衣玉食，一路跑到长乐还当长漂，想得太偏。花木策。我父王又不喜欢我，他也不会真正的找我的。反倒我挺喜欢长乐的，逃婚到长乐我不后悔。还是要谢谢公主，如果你不逃婚的话，也没有我和玉环的缘分。那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了，那小王爷他……小王爷的脏等他跟你散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也不想嫁给小王爷吧？不得不说，这个野字用得有点伤人了吧。我昨晚不是拒绝过你了吗？对呀，你杀青了你知道吗？后面没你的戏了。杀青是什么？我当然得来，你们毕竟犯了欺君之罪，还欺骗了一个痴情王爷的感情。哎，小王爷，你先把咱俩的婚约取消了，他们一定会安排其他公主给你的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等长大之后自己找。晓得了吧？行，刺秦王爷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我们都保密，都不要说出去了哈。吴叔，你喜欢赏月还是喝酒？首饰还是包包？哎，对了，你喜不喜欢上官不群的偶伴？刚才任叔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以你的品貌还有你的身份，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应该不难吧。他不是真正的喜欢玉环，当然也不是真正的喜欢我，他只是顺从了最好的安排，简称认命。认命有什么不好的？我的命不好吗？你这么一说真好。好一个。你甩头不要你甩头，你甩头就喜欢我了。好帅呀，流浪！他来了，他骑着纵马走来了。那得是多贵的客，让大家都去看看呀。就是你以为的背，生活有太多不省心，从不逃避最背，风风火火面对，白
乐再拼一回，压力焦虑太大，难免有一些迷惑行为，给我个勇敢自由追求恋爱的机会，累倦若太累那就歇歇，别害怕掉队，不摆烂不虚伪，命运自己支配，追